间上的出入，对，就是多花了点时间准备，也可能会说很抱歉。那我是今年 CoSamber 的总招小 B， 网络上大家都是 CR Boy 这样。那我因为是总招啊，所以不免什么就是要代表大会，先欢迎各位。那请各位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那 CoSamber 2016呢，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融通，那子标题就是传承、跨界跟扎根。那我们希望达到一些效果，然后大家会提到。这是今天早上那个报道的状况啊，就是排唱当队伍，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用那个 app 报道。希望今年 CoSamber 可以像这家媒体一样，就是非常顺畅。好，那今年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散播开源文化，然后传承开源精神。因为在开源其实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分享，有非常多的让人开心的事情。那我们希望今年的 CoSamber 可以让这些事情再发生，而且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我们今年呢有不免俗的好多议程，对，你们可以看大会手册或是看网站上面的议程表，我们有好多议程。那还有我们有今年有 Conference 跟 Lightning Talk。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Conference 或是 Lightning Talk 的话，你可以看大会手册第七页。对，因为在场应该有一些新朋友可以举个手给我认识一下。好，谢谢你们。我们有蛮多新朋友，我看到有一个应该不是新朋友的，抛举手。好，大会手册第七页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是 Conference 跟 Lightning Talk。好，那。跟大家宣传一下，就是 Unconference 的投票会在服务台，就是不管是人文馆还是活动中心，活动中心的朋友你们好，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两个，我不知道。好，对，两个场地的服务台都可以去投 Unconference 的票。那你们的那个拿到识别证上面会有一张小贴纸，上面有三个圆形的贴纸这样子。那Unconference 的投票是到4:15截止。再是 Lightning Talk 的投稿，那一样 Lightning Talk 的投稿是在两个场地的服务台，不知道各位在报道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服务台旁边矗立着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对，这个是我们投稿的装置。那今年的 Lightning Talk 的投稿啊，是采抽签制，就是说你把它投进去，然后我们会在中午的12:45截止，并且抽出当天的 Lightning Talk 的奖品。那两天都有，所以假设你今天没有被抽中，也不要灰心，明天还是有机会被抽中。那这么做其实是希望，因为其实往年啊，这几年 Lightning Talk 抢得越来越凶，那很多人可能就。甚至牺牲了一场一程的时间，甚至两场一程的时间，就跑去排队要抢 Lightning Talk。那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今年改了一个方式，用抽签的，让大家都有机会投，然后看你有没有那个运气被抽中这样子。对，那这边有一个 Lightning Talk 的投稿的示意图，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奖题写在小纸片上面，投到我们的特殊装置里面去。那再来是今天晚上，跟每一年的 CoSamber 一样，我们有一个 BOF， 所以持续开放登记中，详情可以看我们的部落格。好，再来是今天早上有使用我们的 CoSamber 通关 APP 报道，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太好了，我看到好多只手，谢谢。那今年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对，那其实我们。一直到昨天，一直到今天啦，我们都很担心它会不会突然炸掉、乱出包什么的。不过还好，就是大家都进来了，所以身为总招，我觉得就终于过了一关这样子。对，那这个东西不只是让大家用来报道啊，中午领便当的时候也需要用到这个 app， 你们看一下你们的 app。好，那小心千万不要不小心按下去哦，因为如果你不小心按下去，你说我就没有便当吃了。那请在你领便当之前的最后一刻，
再按下你的按钮来。好，再来是今年啊，小卓也在 LINE 上面跟大家见面啊。LINE 是我们今年的赞助商之一，哦，那感谢 LINE 有赞助我们一个官方账号，让我们可以让小卓在 LINE 上面跟大家见面。不过呢，请大家要善待小卓，就是你如果跟他讲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他可能会听不懂。好，所以请大家善待他。然后再来是今年推出一个大会最新手游叫 Sponsor Go，其实开玩笑的啦。可是我们今年真的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收集账上的文件，就是我们有一个摊位的几点活动。那这几点活动呢，基本上是透过我们 LINE 上面的官方账号，就是你可以跟透过这个官方账号去做这几点活动。那我们很注重向下项目这件事情嘛，所以如果你就是不方便使用 LINE 去参加几点活动的话，我们有提供资本几点卡在大会摊位。大会摊位在我想一下想这个位置，哦，在这个位置，就是在第二会议室的后门的地方有我们的大会摊位，可以去大会摊位那边找服务人员拿资本几点卡，不过是限量的。好，那这是今年的赞助商们。哦，那之后的时间还是会再介绍一下各赞助商，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年有多少的赞助商。那在这边也先跟各位赞助商说声谢谢，就是对，麻烦大家帮我鼓个掌。对，就是真的先谢谢各位赞助商，就是因为有他们，我们才有办法顺利的办 Postcard， 然后才有办法提供大家这么多的软体设备跟硬体设备。还有软硬不同的餐点这样。好，那最后是一些注意事项，就是大家进来的时候啊，应该都有拿到识别证，我的识别证刚好掉下去，我捡一下。大家进来的时候应该都有拿到识别证啊，那请大家在进出会议厅的时候都要带着识别证，因为我们规定没有佩戴识别证的人不可以进入。好，那麻烦大家要配合一下，不要忘记，好不好？挂在脖子上，或者是反正你一定要随身带着。好，那再来是今年也非常感谢有一些朋友啊，愿意在报名的时候顺手捐500块的香油钱给 Postcard， 让 Postcard 可以这样子一直延续下去。这些朋友我们有开那个捐款收据，在就是有 OCF 开放文化基金会帮我们开捐款收据，那这些收据可以在服务台领取。再来是我们大会摊位，在强调大会摊位在这个方向，就是第二会议室的后门的地方。那大会摊位有贩售我们今年设计的一些纪念品，全套共5件。哦，那我个人觉得还蛮值得收藏，我已经先订了2套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工作伙伴啊，在场看到一些就是拿着相机的伙伴这样子。哦，那因为场地的灯光有时候状况可能不是那么亮，所以他们会需要开闪光灯才比较好拍摄。那如果闪光灯有打扰到各位的话，我在这边先代替闪光灯跟大家说声抱歉。那如果真的让你很不舒服的闪光灯，那请你温柔的跟就是我们摄影的伙伴讲一下这样子。好，那以上大概就是关于今年 Postcard 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还有其他没有提到的事情，后续会再透过一些管道跟大家联络，所以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的 IRC，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之类的，哦，各种，大家可以参考大家的手册。哦，那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今年的 Postcard， enjoy 这2天这样。好，谢谢。